对啊，迄个陈老板，人袂歹哦。当初我甲子聪接到这个 case 的时阵，真正就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后来跟我签约的，是一个假的陈老板，佮害子聪差一点仔出代志。哪有这种代志啊？我明明就有跟陈老板讲好啊，哪有可能出问题啊？ 假的陈老板到底是谁啊？唔知影，我甲子彤有去找迄个陈老板接问，伊讲伊确实唔知影这件代志。安尼，恁敢有甲陈老板重新签约？无，伊讲伊等无子彤，所以你就另外甲别人签约啊。这个陈老板，那你在你无讲义气啊？明姐，我伫遐敲电话，该骂一个。 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免卡啦。是你啦，我只是想要甲恁斗相共，结果煞害恁拄着这款代志。啊，子彤敢有安怎？我甲子彤无代志，啊，若无我真正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你哪会当怪你？就算迄个时阵，你知影子彤发生什么代志？ 你嘛要花多算，跟我到位啊！上无我嘛应该想办法做一点什么。自从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伊头一日敲的求救电话就是敲我的，结果我煞无听到，我真正毋知影是安怎。我手机啊根本就无收到伊的求救电话。应该是咱去的迄个所在，拄好无收讯。最后。 应该就要怪我，迄天我包你的车，我才害你无法度家己救，都是我唔好。你来啊，真歹势，我无甲你讲，我有子彤过来，因为我想要子彤嘛知影。 吉特服饰性格代志，你会讲法？不要紧啦，子彤，我想讲你咧直播就较无闲，所以我就要甲你通知啦，你应该袂生气吼。怎个我袂生气？我即马就足生气的，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设的局，你竟然搁家己咧开荤面头前假无辜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是笑啥物叫啦？ 子彤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伊是咧甲咱斗相共的，你哪会讲伊咧说叫啊？因为伊介意着你啊，所以这一切就讲会通啊。那不是这样无聊啊？我即个苦恼互咱跳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讲伊介意我？对啊，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 之前你假好心，讲要介绍吉特服饰的 case 给我，其实你早就叫人假做是陈老板甲凯宏强假的好友，然后摕来刁难我。你甚至害我差一点，你甚至害我差一点让人无聊呢。结果我一直伫遐敲电话找无凯宏，原来是你甲伊霸掉嘞。我只是甲凯宏包车尔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 对啦，子彤，你哪会当安尼指控伊啦？伊只是把我的车想要甲我斗相共尔，你煞甲失联的责任拢撒对伊遐去，安尼敢对？廖凯宏，我拜托你别就别靠近的好无？人会安尼，就是伫咧制造机会接近你呢。就亲像伊拄则摸你的手，伊借口是伫安慰你，啊，不过我看得清清楚楚。 伊看你的眼神是充满感情的，你莫甲我讲你无感受着。子彤，你真正误会啊！我不管是甲恁介绍 case， 还是甲凯宏包车，我只是希望讲恁两个莫阁为着钱的代志无欢喜的。就算你讲到老的，害我拢袂阁相信你啊啦！你若是要嫁哦，去找别人。子彤。
调开好是我的未婚夫。撇嫌这两日你应该办吼，若是唔办，你就去查字典。你若是搁让我知影你所在下调开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想袂到林子腾这么紧就看破我的脚手，就算是安尼，我有闲想要爱，就一定要得到。子腾，子腾，你听我讲啦，你安尼一句话都无让我解释，我感觉真冤枉呢。你要讲啥？我用脚头去想，拢知影。子彤，歹势啦，我真正毋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呢。若无我甲你回信嘞，你要食啥做你点，我请你食上贵的牛排。莫安尼啦，安尼大家拢将我要的。无唔对，咱无该要啊，该要的都是别人。咱是知影见笑的人，知影别人的物件，就算介意嘛，袂当抢。无亲像有诶人哦，食我来看我话，未见笑。你行开吼，会互别个装作抢走，这我会当了解。阿姆哥，你讲话敢有需要这么伤人？对啦，子彤，讲话卖这么歹声嗽啊。到这么跟你计，真正是我目睭青的。一开始把你当作是好人，我对你讲出心内话，我应该看到你伫找借口请阮食大餐，无把开支当作一回事的时阵，对你就有警觉，把开封叫到远远远才对。我唔对，我是开支交朋友，那是因为。我无朋友，子彤，我真正是你的粉丝。我拄到你了后，我感觉甲你就有话好讲诶，所以我才会想讲开始甲你聊聊诶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是安尼看我诶，加是一万块。应该有够害你今年请阮食大餐，还佮有你送的马卡龙的钱，剩的你就拿来做消费。你安尼做，佮袂伤过超过啊？你先莫讲话。你若是寂寞，以你的身份，应该有足侪查甫人想要佮你做朋友的。就爱麻烦你改掉抢别人红色这种歹习惯，硬板的规矩袂定，有当时还阁会非常苦。我吴盈盈从来唔捌予人安尼侮辱过，搁再讲是一个残花败柳。林子彤，你着目睭擘较紧咩？看我安怎甲开封抢倒来。伫我眼内。吴小姐就真正是咧甲我斗相共啊，尔嘛。所以你认为伊帮你出来安慰你，你袂感觉奇怪？假使今仔日若换作是我，后边的查某人安尼牵手咧安慰我，你是安怎想？若换作是你，你早就甲迄个人拍到变成肉饼啊，根本毋免管我怎想啊。所以你还是感觉是我伤过敏感啊？敢毋是？而且你家己嘛敢安尼啊？你讲，以后我哪有迄个面去见？你搁要甲伊见面？伊若是想要包我的车，我敢毋免甲伊见面？即马话讲倒转来，你家己袂敢安尼，伊嘛应该袂包我的车。对。哦，你莫误会。我只是想讲，安尼阁减一笔小利嘛尔，我无别个意思。而且伊若是因为安尼，就给我扶贫，我你放心。伊这么喜欢你，伊无可能给你扶贫的。伊后盖嘛是会阁叫你的车，因为伊一定会甲你口讲，伊有偌尔委屈，我是偌尔无讲道理。你
你讲话敢有需要这么酸啊？讲到秘书，我一点仔判断能力拢无呢。所以你讲啊，伊对你有好感，你敢拢无感觉？我承认啦，我确实有感觉，伊对我有淡薄好感。不过做我这道的，唔就是爱利用客户一点点好感来赚钱。啊，若是伊对我恶感，我唔都要考虑改道啊。老公男追女隔层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这只是我的工课，我只是把吴莹莹当作是我的客户啊尔。所以客户就会使安尼甲你摸？你是司机呢，不是小狼狗。我拢已经有嘴讲啊无烂，你搁安尼讲我，无这么是安那？你认为我害伊懵一下，我的心就是伊的心啦。我嘛无想要安尼怀疑你啊，啊不过迄个吴英这尔有心机，你煞一点仔防备拢无。啊，伊要对我安怎，我哪有材料通管啊？不过我会当当天就抓啦，我了解吼，绝对无对不起你林子彤。啊！若无我出去了，如讲故事，出门后才弄死。你是在创啥？我也无爱你举这么重的纸。我是予吴英母甲足无安全感的。啊！不过你若是出啥物代志，我嘛是活袂落去啊。这里啊，那你今麦到底有相信我无？你是感谢阮爸对你的牵肠，你才对我好呀、啊？当然不是，恁爸对我稳定如山，伊就亲像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老师，我亲像是我的爸爸。你。我是唯一一个住伫我家的人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是啊。所以不管你对我提出什么款的要求，我从来唔爱拒绝过。我阁会记得20多年前，你住吉吉布家的时阵，因为受到吴兴泰的凌辱，你满腹委屈。走回来后头厝，结果你却不敢踏入门，因为你怕你若回来倒，会搁害两家起冲突。你还阁会记得哦？你无讲，我拢袂记啊。迄个时阵，你徛伫门牙口，哭到遐尼啊无助的模样，我到即马犹原记甲清清楚楚。你拢唔知影，我有偌万款有心态，你无好好对待你。好佳哉有你伫个，也若无遮侪年啊，我拢唔知影我是安怎行过来。张小姐，是这鱼膏，你敢落伫个家，害我拢唔知影要安怎向人解释。啊，即摆拢流行鱼膏，敢挂一边个是毋？啊，大嫂啊，毕竟顶届人那个鱼膏不胖见啊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当应付。当然嘛，应付。啊，若无咱个关系，早就别扛。到底我等到什么时阵，才会当让伊莫阁受这么大的委屈？我来的是这边，你还阁会记啊？只要是你的代志，什么代志我拢会记的。就准讲只是一个虚高的话题嘛，同款。你做少年哦，就真够用一步。做少年到即马，只要会当让你欢喜，那就是上重要。